来，小王子，阿弟跟你讲，比赛输赢不是重点，重要是态度。就算讲你要输，买输我公赛，输我公赢，知无？爷爷，加油！嗯，来，大哥，一定要赢哦，加油！阿妈，你敢袂听？我提药给你坐。唔免啦，你看每一个宝宝吼，拢电力满满，多几个。活动开始。麻烦你，先顾家己啦。阿妈，你想怎啊？我无爽快。阿妈有伊做阵啦，想要吐，可能想过紧张。阿妈，我出去拿洗手间。我不用做伊。唔免啦，小王子还搁咧比赛，你老了袂紧啦。要紧啦，叫我想想你讲。是啊，阿妈，宝娜嘛会看的啊，你免烦恼，我陪伊来洗手间，何志明去买最后一只药啊。是谁还要终点呢？喜欢大小王子！恭喜宝宝登上卫冕者宝座！来，好宝宝，掌声鼓励鼓励！老当首长，哇！多谢你甲永兴医院当首长，好，我来参加这牛医的活动。等下商会阁其他会员会过来，麻烦你多多替我看心。啊，阁等下活动，还麻烦你多多照顾。董事长有特别交代，要照顾赵天宇。啊，单纯的比赛，我还变做选举场合。各位，咱即摆现场有一位贵宾哦，掌声来欢迎商总理事长候选人，今天集团的总裁赵天宇先生。是在哈喽，这赵天宇算是我娘鬼样，做了这款的活动到老年。是啊，阮大兄嘛是候选人，伊就坚持爱低调参加活动。嗯，我想要破坏活动的意义。哎，医生，这有这么多人，小王子被有危险，请快来赵天宇，什么重伤？哎呦，冠军宝宝，你得冠军对不对？你本就输输一点啊，好运气在不？啊，哎，各位各位，我相信哦，有冠军宝宝的加持，我绝对高票当选啊！董顺，董顺，哎，你来到我们老林啊！哎，昨天我们怎样？冠军宝宝已经不用不提，他们个也怎样？也是志明哥的好王子啊！再搞个礼物。扣搞不完，我来处理。冠军宝宝，麦克。冠军宝宝麦克啊！今日现场可是一个记者呢。别哭了，舅舅，阿拉明仔记者过新闻堂下，叔叔是好人。好，乖。啊，麦克。赵总裁，你看，你讲话有那么高级，囡仔都唔相信你。你完啦，这就袂到你讲话。
冠军宝宝乖乖哦，叔叔笑笑哦，叔叔笑笑，叔叔笑笑。我菜啊，我菜蜜饯郎啊，那算是民商总理事长啊，恁基本位置官 number。Excuse me， 你给别人的宝宝收啊？不过你唔知影，你只有可能把身躯顶的病毒传染给宝宝，对吧？对吧？是唔对？对啊，别人伊那哪会使凊彩抱？敢有洗手？是啊，迄唔知影做偌济人的手，真太过。你宝娜，你那不是你爷？你那意见怎样做啊？玉溪无资格，阿唔关我。不是你，你为什么冲我？这个我顶到我的门里，你不外好心的冲我。总裁，阿囡仔口口被烧伤，你赶紧把第一名的宝宝迎给林董事长啦。恭喜你，恭喜你啊！恭喜你，你好心就第一名。多谢你啊！希望等我选到商业总会理事长的时阵，也会当听到你这句恭喜。恁大家看，恁那马上就袂哭啊，因为阮大汉后生有一个特异功能，伊会当分得清楚好人甲歹人。我看应该是伊的窗门还袂关好。所以分得出什么是人，什么是鬼。哦，小王子乖哦，姑姑也唔敢。大姐姑姑马上带你去收家哈。啊，今日主题是幼无幼以及人之幼，宝宝是最纯真洁净的。唔管是多少人的宝宝就第一名，我永远会付出更快爱。爱心是真好啦，啊，不过基本常识也是爱有哦。啊，若是因为全班无得爱心，等到去伤害到别人的囡仔，安尼哦，这都不是爱心啊，这叫做狠心。赵天宇，我是建议你啦，后盖参加这款的活动的时阵哦，先把功课做好好，别到时阵像今晚呢，要考袂歹。李宝娜，你要做林志美拍手，我无意见，但我无兴趣陪你演这出辅助大戏。今日这个活动的本质是爱，请你卖模糊焦点。我不是林志美囡仔，你哪无甲我提醒啊？徛小远啊，根本看袂清楚。你说你若是卖这么着急，我的卡我阁有机会向你提醒。现在走，记者拢在看，今天真是有够见笑的。